買咗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玉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村岛了，这里是沙堤渔港了。今天早上起了一个大早，出来走一走。因为也有一年多没有来过这里了。这里就是沙堤渔港的这个码头哦。我们去那里看一下，现在在卖什么海鲜。我们是昨天来的，因为昨天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呢。今天早上早点起来，泡泡 ，Hello， 跟泡泡，哇，好棒啊！好吧，走。是哪一方地方？那个油呢？油试试。这些小艘的渔船呢，是停在这里接待游客出海的。大概每次出去的话300-400块钱，他可以载你出去海那边打鱼，但是不可以去深海。那些大艘的船已经停在这里了，因为现在是过年期间，出海的人比较少啊，所以呢，停在这里的船比较多。在这里现在卖海鲜的也没有那么多。这就是沙堤渔港的码头，风景如画哦。这里，泡泡发呆了。哎，我们去吃早餐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海边好不好玩啊？开不开心啊？妈妈带你去吃个炒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跑姐，去不去？我们刚刚在外面那里逛了一圈回来哦，看见那里没有什么海鲜卖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个早餐了。还有几个人还没有起床呢。走啦，来吧。我们呢，昨天呢是一起开车过来的，然后回去的话，这些费用的话大家摊分了。来玩的开心一点就好，因为回去。就要好好上班，是不是？来吧，玩的时候该好好玩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去阿姨那里哦，因为昨天阿姨那里呢，游客太多了，没有帮我们留到房间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站的话，我们就来到了沙堤渔港。等一下去阿姨那里呢，会有那个沙滩，但是我朋友们呢，他说。要出海去打鱼。好了，我现在去吃早餐了。我们去吃早餐。叫咩咩早餐啊？哇，这里生意太好了，我朋友们都已经开吃了。我们刚刚在那里吃完早餐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出海咯，等一下再回来。他们在那里看那些鱼，这个不能吃，你拿着先好不好？吃啊吃啊，一天都是吃啊吃货。我们就是坐这些小船出去哦，等一下吃完饭就出去沙滩那里玩。现在准备出海。